唐景峰 Kurt Tong， 我是一个 visual artist。今年应该我第七次嚟嘅，但系系我第一次喺度有展览，系自己嘅个展喺度展出。今次真係第一次 experience， 真係好唔同。有時有啲大 organisation， 好似今日會喺 The Fotografs Gallery 啊，或者同埋個Netherlands Museum 會帶佢哋個 Collectors Council 嚟，咁希望佢或者會收藏我作品咯。咁變咗係真係個 exposure 係我未 experience 過咁快咁大嘅 response from exhibition。So this is actually the first work I did for the project。2017年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年啦。贏咗鷹之後，我喺最大嗰個獎就係嗰個年尾喺連州攝影節就贏咗佢嗰個次點大獎，係佢每年展覽之中評判揀一個佢最中意嘅展覽，亦都係顏姐嘅展覽。2018年咧，亦都有個四個個展啦，分別係喺連州攝影美術館啦。中山美術館、英國 Ruby Art Gallery， 分別係主要都係顏姐嘅展覽啦，同埋一個女王主席意外展覽。咁今年亦都比較忙嘅展覽就係去咗芬蘭攝影美術館做展覽啦，北京嘅 OCAT 啦，同埋台灣啦有個新畫廊嗰度做過一個展覽嘅。呢度就係我今年最高 profile 嘅展覽。After WMA 之後，我覺得創作方面就做到九成，由展覽轉到去出一本書，其實爭好遠嘅咯。咁嗰陣因為個 project 去到好大，好多唔同角度睇，靠自己或者做唔到啦。咁就喺2017年5月，即、就、係、是、straight after wing 之後，我去咗日本一個 Yumi Goto 個 photography space 叫做 Remainder Photography Stronghold， 佢會請另外一個都係 photo book 嘅 expert 出嚟咯。咁呢係兩個星期嘅 workshop， 我哋會 critical construction 啊，同埋睇其他嘅 work， 就開始 develop 一本書出嚟咯。咁除咗展覽之外，我亦都好開心，就係今年出咗兩本攝影書嘅。咁4月嗰陣，我就係同一個大陸出版商叫假雜誌嘅，出咗《顏姐》嘅呢本書啦。琴日 officially 咧，我出咗另外一本叫《女王主席與我》嘅書，係由 Diary Lewis 啦，同埋連州攝影美術館co-publish 一本書。兩本一齊嚟，其實好特別，因為我上一本書係9年前。当时给我看的就是另外一组作品，就是女王主席和我，然后我就觉得特别感动，就觉得这个故事，它讲的是自己的这种家族的历史，但是就可以看到一个香港人和大陆的这种血脉的联系。这个作品呢，其实它有一个非常深远的一个意义。它从某种角度代表了一个香港人和大陆的这种历史、地缘政治、家庭、个人所有的这些关系，因为在大陆这样的艺术家不是很多，而且柯通的照片特别的细腻。因为我以前是一个 photo journalist 啦，咁系好中意世界各地揾故事嘅。自從我讀咗我 MA 之後，我的作品通常都係睇翻好個人嘅咯，唔係淨係講外爺公公啦，而係講移民啊，而係講唔同即係歷史點樣影響一個家族啊。當然係即個主角係我同佢個 relationship 啦，但係亦都留好多空間係俾人諗翻係佢同佢個 nanny 嘅 relationship 嘅咯。咁變咗係世界性嘅接受機會多好多。你覺得自己作品好，但係其實對於世界嚟講，你係未夠成熟啊，要繼續鍛鍊咯。即係譬如我同啲後生啲，或者我啲學生講，就算你畢業之後第一兩年好紅啊，但係其實你都要繼續，即係唔係紅咗之後唔使 develop 嘅咯，繼續要improve the facial language 啊 ，aesthetic sense 啊。近排呢5、6年，我係睇多咗展覽啊，或者睇多啲 workshop 啊，係啊，覺得自己 polish 咗我個 visual language 好多。有 BMA 呢啲，其實個比賽贏咗之後有好多 press 啦，啲報紙好快就消失噶嘛。反而最重要，我覺得最有用就係 date 翻美國嚟嘅好、日本嚟嘅好嘅評判啊。而家做緊呢個 project 啊，你慢慢就擺啲種子喺度，
或者 eventually 後年大後年美國幾個策展人會做一個關於工人啊，或者關於外勞，或者關於家庭嘅展覽，佢會諗起啊，香港嗰個 Curt 有個咁嘅 project 喎，即係 it's building up your social network 咯，直接講。